哎呀，重开，保护不力。熟悉大楼通道怪物唔会袭击佢阿妈轻易捉走啊！系啊，学校后门，哇，学校后门系咁嘅样嘅，大佬，喂，你咁样你都话呢啲嘢，系咪要强化？你等先，重新嚟个，我揸翻支手枪先。可以升级武器了，出去拖下枪先。好好人，好工具人，边话救走就救走啊！哎呀，我唔开心，我一见到啲血俾人扣。嗯，系啦，咁啊，大概意思大家冇睇到啦，但系我有睇到嘅。虽然都唔系睇到好多，因为佢大部分都系啲支线嘅剧情嚟。哦，原来佢 set 定已经喺度咯。一开头咧，佢就系搞嗰啲唔知咩，哎呀弱智！一开头咧就系搞类似嗰啲表演赛咁样啦，带嗰班咁嘅僵尸仔，啲僵尸又识讲嘢嘅，然后咧就讲一大轮嗰啲啲露骨嘅说话啊。之后咧就得知道咧，原来咧台上嗰个咧就系呢个作者啊，呢个一个主角嘅阿爸啦，而俾人绑嘅就系佢阿妈。咁至于发生咗啲咩咧就不得而知啊。总之最后咧就系无端端打，被逼打表演赛，然之后大家结局睇到啦，就系胜出咗，然之后俾警察带走啦。至于卢哥嘅说话真系太核突啦，所以我都读唔到。就算我播到出嚟，大家都冇乜嘢睇，其实啊真系睇住佢飞咯。搵翻支枪先，呢度。发电厂，哇咁大嘅字嘅，唔识英文大镬，哇！哇！呢个一定要打我其中一只 ，OK。榴弹炮 ，Ready， one two three， 哇大镬！啊！顶！我使乜打低能？都唔使打，我走咪得咯。开完枪之后，我唔一定出翻去噶嘛，因为可能唔使出去咧。食个大包先，细包。哇，太空舱啊呢个！紧急供电是电力不足，发电机啊要开。哇，唔似打暴君呢啲情况嘅。咩嚟噶？嗰幅图，现在无法进行操作，点解啊？哇，好耐冇见喎呢啲人。而家冇办法操作啊，发电机。好鬼似巴好桥段啊，系啊！一开头嗰度其实大宅嗰度已经系噶啦。诶、欸？二号机要开发，我真系好想翻屋企。二号机，呢个系咪二号机啊？有挂啲肯定系二号机啦，唔使问啦。穿透，我哋装把穿透嘅枪去打。我打唔死，黐线打唔死，我有病啊！最后肯定有火箭筒用啊，系啊，火箭炮，有火箭炮，当然系必须要有噶啦，新牌机。呢度有只胖虎啊！两只胖虎原来有，冇safe呢个位有啲麻烦。
奇，佢直接爆都冇问题嘅，系嘛？低能，我唔需要惊佢。佢爆完我都走咗啦，除非我翻去嘅，但系应该唔会翻去咯，我谂。依家系手枪系嘛？我哋用手枪升咗，强化咗先。枪手啊！我神枪手啦，大佬，边有可能赢到我噶？改装手枪，改装乜鬼嘢？改装类型 A B 啊，大佬，我点知 A 同 B 系分别嘅 ？B 手枪，24发嘅火力，哇，好高喎！啊，二号冇办法操作，点解啊？要揿我先啊！每次唔同啊，唔通真系一号咁啱咯，最近我有疑问，请问技术人员，开机关，哇唔系话咁样玩噶，开几个发？呢个咩啊？七号上面嗰、那个，好似有三只僵尸等紧我，哇，好难听啲手枪子弹声。哇咁劲嘅，好高空速喎把枪，会否太劲？攞神兵利器啊，已经攞神器枪，虽然都系要死，老实讲。四号，呢有1、2、3、4 ，OK。哦，系咪四只三只怪嗰度啊？三只细怪嗰度。哇！呢、這个啊，最简单啦、啊、呢、這个，除非佢开完之后自爆就话啫，佢唔识行冇问题啦。享受跑腿系啊，要跑。啲 game 咧，啲新发型机全部都系咁嘅，咩而不要准时，跟住咧你就要去开嗰啲机或者咩，开晒啦嘛。正式紧急供电，跟住可以上去上面后门啦。全部发电机已正常供电呢度，唔系冇 save 我喺度，有，唉，翻查内容，全威力步枪，穿透护甲，好明显下一只要打嘅 boss 就系要打穿透护甲嘅嘢啦，我可以进入啦，喂、哦，好冇嘢啊，夹唔到你阿妈，只出帽子打佢哋人太多，我呢个要死啦。哇！做得唔错啊！诶、欸，估唔到机器人咧会急住为你自己死啊！实在太睇笑你，究竟咧乜？哇！哇！呢度又唔睇嘅嘢，呢个我觉得系主角，呢、這个肯定系作者想讲嘅嘢嚟嘅，现实中肯定。马特的印章咩嚟噶？你嗰把咪烂枪，唔会射得烂我嘅弹，一切都系为咗乜大人？哇！可以收工啦，我觉得黐线，有嗰个拳师喺度，三分钟系咩啊？嗌啊！低能蛇形走位，哇！射呢只冇用喎，哇！恐怖啊，大佬，嗰、那个系炸弹啊！跟住佢三发散弹，肯定要走啦，系嘛？哇哇哇！龙珠拳爆头，发用急救爆啊！喺用急救包查落个头咯，黐线米字型爆喎，佢个火系，应该系要走啫，系嘛？走好简单啫，三分钟、两分钟、一分钟。低能啊！乜都冇交代我就写我死咗，太过分啦！实在嚟啦，我哋真系个游戏依家先开始。我哋如果打一两次唔得就算啦，差唔多咯。佢话要咩步枪啊？大威力步枪弹。
德国的 7.92 穿透护甲，缺点是穿透力过强会导致过穿，咩过穿降低对近距离的杀伤力，即是说我现在要改强个步枪啊，步枪 B AFR 咩 FR 咪真定系我要系我要用嘅嘢定系咩啊？重开 AFR 咁下一把咧系咪有吗啡？有吗啡？吗啡？步枪 A MSG 步枪，点解佢系散弹样嚟呢个？试下啦，爆机了，冇错，我已经成功爆机，多谢各位。入咁耐弹嘅，我去个厕所先，等等。哦，计时炸弹。打唔到佢喎，抽零喎。呢把系咩嘛？系咯 ，MSG 半自动。试下呢个。哇，妈啡！打死咗呢只喎！哇，你打死咗佢喎！哇，佢冇咗绿色嗰只就咁渣啦！吓，唔系讲笑啊，老细！佢闪光弹系几劲喎，佢闪光弹几有趣啊！冚咗鼻佬，好嘢喎！哇，搞错，喂，咁我用其他弹得啦，我手枪打得啦呢只。哇，唔得喎，手枪原来一定要用榴弹或以上，唔系应该系话某类步枪或以上咯，我谂。应该要100以上了嘛，这把试一下，不得，你怎么打 How to pay 这把，不得，啱了，哪把可以打得进去啊？打唔入喎，翻细声啲先，好嘈啊声，嘈到我都，咁有边个可以打赢佢啊？露营刀啊，我得，整另一把试下。整另一把啦，头先强化系 A 啊嘛，我哋改 B，AFR 呢把啊嘛，系嘛？要穿透强，可以再整多次。穿透强，我再加多个穿透啊，有冇用啊？哇，够晒劲，即刻超强系咪？啊，唔 save 唔可以 save 喺度，一 save 就濑嘢啦又。AFR。好，呢把只。到你啦！真正嘅游戏要开始啦！
咁应该唔使加穿透啦，系嘛？我改用无效化或者结界石，我得45咩？睇嚟穿透要高啲喎。OK。156啊，极度高转头啊呢把嘢，哦，嗱，把药同你玩啦，好轻我。够嘢啦，英。阿姨玩了，拜拜。我必赢咯，我发现咗个原来，我发到呢把枪嘅必赢嘅秘诀系嘛？就系咁样，哎呀，冇嘢，开拓，开空炮添，走火，哎呀！搞掂啦，好似头先咁样咧，射完之后咧，射完之后咧，即刻可以咁样向下移，避咗佢个散弹。攞翻结界石先，要攞走咁样着下系咩？马特，马特的印章呢、這个啊，反制力量，反制呢一个组织嘅力量。To where knife ends, final。哇，仲有喎，但系应该真系差唔多，因为呢个已经系最后一仗。佢如果有 save 位，我哋就完啦。除非佢冇 save 位咧。欢迎嚟到生命嘅尽头。我警戒已经再见了，呢啲都系要领便当，领完便当就可以完噶佢。做咁多手枪子弹系咩事？哇，大镬！我终于知点解有咁多手枪子弹啦，原来俾我用嘅，早讲啊，大佬，穿透啊！犀利，犀利呢下走位，佢居然棘咗个散弹子弹度，即系弱智啲僵尸。哇！仲有只唔知不知名嘅新丧尸出咗嚟添，咁嘅颜色。诶，个警察，走啊走啊走啊！我咩啊？幽魂啊，大佬！喂，哦，唔执啦嗰个，哎，俾你，俾你，俾你，好俾你，你用啦，我唔用啦，你用我用啦。呢啲系咩嚟噶？未做好啊，冇做，未做好啊，作者冇做好，点解咁嘅？啲颜色咁嘅，点搞啊？哎，八角阵，六角，三，哎，三个嘅，睇下先。有 save 喎，哎，咁我系差唔多啦，我系今日陆地 MC 浮尸，系啊，都几似样喎，啊，几似样喎，唔错，再行多阵啦，系，行多阵啦，未搭衫啊，搭衫之前完，哎，点会发生咁啊？唔好问我，我唔知啊，矫正机构你揾嘅，医治佢嘅神经病啊，成日偷钱啊，佢话。点知佢系靠电击同殴打嚟矫正学生？你又话个女会死啊？我系错啊！好啊，死咗咪好咯，小把口，点解话自己个女噶？你敢反过我？你咁爱，不如佢死啦！哦，点算啊？会有人报警嘅，我会坐监噶，我会死噶，完啦！点算啊？我应该点算啊？低能
30分钟我爆机啊！呢度又有新嘢啦。Freeze！ 唔好再走啦，布兰顿，我哋揾咗好耐，依家你被人拉喎，有权咧保持咧沉默啦，因为你讲嘅全部都正堂正功，一切都为咗伟大嘅真主。啊！哇！维希比尔快啲啊！叫急救组啊！汤米，我哋追啦！呢度系塔菲五号，用咗致命武器，为咗真主，珍珠，嗯，跳楼啊！呢位自己，因为受到呢一个机构嘅弱打同电击啊嘛。佢嗰个动作都做得都做埋，即系跌落去嗰个动作。点解仲有子弹俾我咧？营养剂，究竟系啲咩？我需要饮营养剂啊！肚饿啊！哦。女兒，呢個係頭先嗰個競技場喎。我抱歉，想維持呢個破碎嘅家，保護唔到你，我又要打交啊！我要對打交啦。啲舊 game 好中意用呢個形式，真係對唔住，肯定出咗只蟲出嚟又。哇！咩嚟呢只？暴君嚟嘅呢个，系暴君啊！快走啊！冰蓝的温暖之心，马格洛利亚，我点打啊？呢个30分钟搞唔掂啊！好似，哦，我知呢只点打啦，呢只同嗰只一样，因为真系呢只同嗰只一样啊，呢只同之前打嗰只一样。哦 ，OK， 呢度啊，跟住呢度，边度啊？喂，唔得喎，扣我血嘅点解？垃圾山，点知最后 boss 易唔易噶？哇，哇，出界喎，师兄！OK， 知道了。啊！过一段时间就会死噶咯，啲怪。喂，唔好顶住晒，老兄，我要用最强嘅武器。哇！咩嚟嗰只？而家出只咁嘅嘢，唉，即系话我越打得佢越快，即系血量越少佢越劲嗰啲怪。走开啊，胖虎！啊！花子，唔好打我啊，胖虎！哎呀！最后一发 ，Nas， 喂，入弹，系，系啊，得一发，真可惜。上嚟，啊！I'm so sorry， 所以到最后都唔知呢个世界系咩世界嘅，老实讲，啊，咁死咗仲玩咩？呢个 game 仲有得玩嘅咩？咁呢只系咩 game 啊？玩紧啲咩？咁所以呢个系咩世界？系死后嘅世界啊，定还是系咩咧？咁点解死后嘅世界嗰个布兰顿嗰个老豆完了吧？呢只系合体兽嚟嘅，将啲丧尸合体咗。
From a human， 滋满血嘅笔记簿，今日又同布兰顿闹交啦，甚至咧，甚至唔想叫佢一声老公，到底系知唔知自己几多斤两嘅？楼下公园嘅太太咧，觉得咧系一个好和睦嘅夫妻，恐怕只有我同我女先知道啦。如果当初冇咧拍拖就好啦。布兰顿将嗰张建议转载咧精神科嘅撕碎咗，然之后咧嗰个黐线嘅嗰条友系。我真的好想问咧，点解会咁样话自己个女？但系讲真啦，对于精神疾病，我都唔知点搞，或者问下医生会好啲。布兰顿话佢咧见嗰个行为矫正啊，一个月内可以医治所有嘅咩铺咩狂躁嗰啲，真系有咁神奇。但系口口声声话确定，保证个女好啊，所以咧会破天荒咧用医治呢个费用。佢系我活着嘅希望。呢个阿妈的日记。列车站又要搭车，暴君系咪要出嚟？系咪要有火箭筒离开？有咩要考虑啊？呢个地方冇嘢考虑，离开离开，拜拜。哇吓，鬼死黐线！嚟到呢度都仲要下一镬，即系作者真系。我咧想世界和平，一定要拉咗作者。如果你想世界和平，一定要拉咗作者呢啲喺度有呢思想嘅人。点啊？停个车，出发，系咪就系打暴君啊？哦，唔爽面嘅你，喂，做咩啊？呢个就系嗰个矫正学院啊！呢个，哇，系好和睦噶，大家不能再回头了，点解啊？我中意望转头得唔得？好和睦，好温馨，好和谐啊！呢个地方。南桥高等中学，咦咁啊边个咧？咁啊姓赖又咩嚟噶？乜都冇喺度。高等中学前，呢个系中学。喂，你唔系同你唔系塞住咗我条路啊？是话？诶，仲有嘢要做？迟到而家冇嘢做啦。學校回家，哇！呢啲角色好耐冇见，呢啲角色系、哎、真系好旧式 RPG 会见过。小区呢度系佢屋企啊！我翻嚟啦，终于翻嚟啊！快啲坐低啊！温馨的背后是呢次嘅垃圾，俾你难受心到是一个嘅屏幕。边个冇你都唔会咩？你系避人，你车胎嚟嘅啫。同你绝交嘅人连一分钟难过都冇，冇人会挂住你嘅。呢系异类嚟嘅，冇人会愿意同你交心。你伤害你朋友同家人，所有嘅一切都系你嘅错。你讲嘢咧好怪，你孤立无援，乱发脾气，冇人咧要承受呢啲黐线，你 dis 别人，不如去自杀。好 dis 咩？其实哇，黐线嘅真系，精神病作者，我怀疑作者有精神病，快啲拉佢，唔该。我可以搵啲矫正嗰啲拉一拉佢好啲啊。有微型 SD 卡，究竟玩几多次啊你？好耐冇见 Amy 出嚟咯，系可能只系现实比较忙啫。佢嗰啲咧咩社交平台 IG 好似冇嗰啲喐咯 ，Steam 都冇上线啦。哇，咁谂都几奇怪。的确啊，一个咧就咁咧活生生嘅就话冇就冇。等先，话唔定今晚会翻嚟咧，我都唔明咧。嗰啲有几个好玩，不如玩咧 Super Mario Maker。两个游戏都唔同，你点样比啊？啊，都唔使货金，你睇下男女货几多啊？低 B 就系、是。哇！唔知究竟边个咧？大半夜一点钟咧，出面食烟，食咗十几支，一边食一边咳，仲要超级大声。我咧会失眠咧，全部都因为你呢班咧喺夜晚咧唔瞓觉，系咁嘈乱巴闭嘅人。人工累翼，起码咧唔会凉，有好几分钟拍波只格。
系咪低能嘅人工滤液？感觉咧用喺呢个眼药水咧，起码有一半咧顺住我眼皮流到块面，然后俾我抹咗佢。我应该靠药瞓，唔可以再食呢个咧三美金嘅咩脱黑素、褪黑素啊！同埋喺床上一边咧碌嚟碌去喺度咧流汗，好难受。哇！我都系习惯唔到，我梦见我爸妈和好。哎，呢个系佢嘅日记，呢个系主角嘅日记。我讲嘅全部都系事实。精神攻击系基础，肝旋黑煞，即刻 flash ban 表情图片，劲低能啊！真系见到啲咩表情图片，入去啦。点解要点啊？呢度北斗七星阵。去边啊？诶、欸，城内，你好啊！哇，咩事啊？点解你咁嬲噶？系你阿妈啱过身，喂、欸，真系唔识礼貌喎、啊！自我介绍咯，我创造呢个世界嘅存在啊！色欲之神，我嘅能力只系引出咧人心中渺小嘅恶念，放力最大。最开始。最开始的我咧系冇自己躯体，只不过艾森赋予嘅一个概念。佢哋虔诚咁祈祷，俾咗越嚟越强大的力量。我将现实世界中死去嘅人咧拉到呢度世界，作为生者嘅灵魂，佢哋会变成怪物。佢哋嘅生命咧力量会为我所用。之后发生咗一件好神奇嘅事，两个强大嘅灵魂喺酷热同埋极寒嘅地狱中展开了决战，其中一方胜出。其实呢个塞西利亚嘅强大灵魂。他发动了复活仪式，打开了通往现实世界的缺口。但在他离开之前，我入侵了他的身体，阻止了，慢慢吞噬他的意志。现在他的躯体就是原本的躯壳。我陷入了这个沉睡，很快我就苏醒了。我感觉到另一个生者灵魂的存在，就是你了。如果再吞噬多个强大的力量，我的力量就可以进一步加强。这是什么？冇人报勾啊，大佬！点解啊？呢个又系嗰个前面嗰个人嗰个记忆啊 ！Lusa， 出嚟出嚟倾定我哋嘅和平诉求。要求发扬强奸色情、儿童色情罪。有本事出动军队啊！自由的哭泣真是響，哇！呢只 game 係完全唔可以發售嘅，唔係，即係唔可以話好多人玩添噃，唔可以流通添噃。好啦，呢度應該唔使點撳啦嘛。在力量的影响，人的心中咧最渺小的恶念都会被无限放大。他哋会被提供足够的能量，任何方面的能量咧、力量咧、能力，用嚟强迫他哋实现他哋的恶念。如果你想杀人，你的脑中咧会即刻获知所有人的消息。你的体能会强化，你会获得一切用嚟咧作恶以满足你嗰个咧快感。只有刚出世的 BB 先冇邪恶之心。人自从懂事咧，心入面就埋咗咧邪恶嘅种子。小朋友做事不知轻重，会用咧最大恶意去欺凌欺辱，呢个陷害别人，呢个就系咧校园暴力嘅来源。大人咧成熟不少，但系佢哋真系善良，佢哋只会咧从你正面交锋，转为咧背后捅你嘅刀。佢哋只会咧用最恶毒嘅言语咧去攻击咧完全唔识嘅陌生人。呢个就系网络嘅暴力，呢个就系我与生俱来嘅力量。而依家我只需要再吸收一个咧生命力，我就可以咧拥有自己嘅躯体。可以成为我真正意义嘅神，而唔系一个概念。我可以亲身去咧现实世界观赏咧人世间嘅混乱同埋秩序。我唔知呢个名系咩，但系你自己都唔记得，但系都冇所谓啦。而家将你嘅灵魂交俾我啦，冇用噶啦，都话咗艾十嘅魔法保护，就保护咗我。你越攻击我越强，放弃抵抗啦。咩话？佢揸住咗我药水啊！马特的印章，圣水。哦，估唔到咧，我冇注意到佢机咧研究嗰啲咁嘅驱魔物，但系冇所谓啊。我自从作为恶念嘅化身出现喺呢个世界上，注定咧唔会有善良嘅概念，所以我咧冇可能会同情你放你走，而系交出你生者之力。哇，即刻唔使读啦呢啲，冇搞我啊！哇，唔够打，一睇先唔够打啦，哇，点打？哇，点打呢只？你认真打赢？
黐线，最劲系呢只噶呢个应该。喂、欸，嗰粒咩猪嚟噶？咩嚟噶？魔力补充完，乜鬼魔力啊，大佬？咩嚟噶呢个？喂，弱智，最后一句破坏气氛。作者成日都系咁嘅，弱智嘅作者系。先同我讲一声系弱智，魔力耗尽了，我都有魔力噶呢只 game。咁呢个魔力有咩用啊？喺呢度用啊？有咩用啊？魔力？个魔力就系用完我之后死咗，又唔讲解点用啊？魔力？反制佢嘅力量，用完之后佢用唔到魔法，好劲啊！即系打赢咩？我飘我先去打到魔力宝贝啊！魔力宝贝啊！真系试下啦！魔力宝贝有分别咩？有分别咩？都系俾佢打噶。魔力开完就系倒俾佢打哦，开完先可以打佢啊！哇，咁好难打喎，呢 game。翻翻嚟啦，个狂罩呢只系嗰只希望嘅强化版嚟嘅，我哋打咗三分钟唔得啊，算啦，等下次打，冇可能。短时间内都打唔赢住，因为只要你知道呢只同同嗰个希望差唔多攻击模式嘅话咧，你就注定呢只要打起码半粒钟。你打啲雷点避啊！我起码要用翻半粒钟时间去学喎。杀到你呢度啊！杀到你呢度要停低啦，再行前会死啊！前面系一个不归路。哇！作者系啊，就即刻无敌嘅佢，太多啦 ，over 咗，输文二啦，咁就系咪？太多啦呢度，佢如果正正常常玩翻啲好啲咪好咯。但你想表达啲咩意思？有嘢表达啊，作者。不低能啊？搞错啊？唔计。哇！就打死咯，原来。还不能。哇！冇啊，好痛啊！绷带、健康剂，差唔多啦，准备开魔力宝贝，魔力宝贝，开完魔力宝贝我俾人打，好难避个闪电，魔力宝贝，打！有二周目啊！犀利！我哋用全威力弹啦，要高伤啲啊嘛，唔知系咪高伤啲啊？我哋照用啦。低难，头先佢入弹入咗劲耐，no no no， 打头先。
好啦，走啦走啦走啦，唔同佢打啦，呢个要即刻回去先。默默地不断重开啊，系啊，试多一两次咋，睇嚟好有机会。开啦，魔法阵。喂呀！打打打！搞掂啊！你比上一张更加厉害，但系真系觉得有印象打赢咯，得啲魔力又做到啲咩？呢、這个现实咧已经变咗地獄啦，就算打赢咗都冇办法咧挽回现实嘅发生一切，你努力冇用啊！哇哇哇！去咗边啊？如果真系有第二形态嘅话，真系搞唔掂啊！黐线，哇唔系啊？跟住佢飞上天，我要打天上嗰只啊！真系，嗯？血月，过去与未来的艺神，呢把容量二，有冇子弹噶？200粒子弹喎！哇，点打？一发4200，十分一都冇个伤害，超任时代大佬，哇，搞唔掂啊！呢只真系收工啦，可以要连住咁攞。你睇扣得几少？哇哇哇！哇，扣得好少啊！已经射4000多啊，起码要射十几发喎，唔止啊，30-40发啦。不过系比上一只易打嘅呢只，喂，搞错啊！即刻呕我一嘢，哇！减轻伤害，终极孖啡，强化孖啡，哇！要打魔力补配，大佬啲魔法魔力补配咁喎。成日唔记得入打系咩仔？玩埋呢条命啊！真系，玩完呢条命唔得啊！等下次啊，真系。哎呀，又系连续火球，好睇你就位佢哋 game。犀利，谂都俾你谂到啊！啲攻击模式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傻咗唔小心。哇！食药食药食药，唔得啦唔得啦！哇！血雨，血雨。
哇死啦呢招！完啦真系，低能佢招电，佢招电最难避。乜嘢boss？最难避系嗰招电啊嘛。唉，数码暴龙食猪猪只大佬啊，系咩？系以前嗰啲game 嗰啲 boss 啊。作者才能用错地方啊！其实系啊，作者其实好有才能。你睇下佢整嗰啲 game 咧，整得劲好嘅。呢个 game 啲游戏性系极高，恐吓惊吓场面更加唔使讲啦。吓、啊，剧本嗰度起码扣三至四分啊，十分满分。唉，系啦，差唔多啦，费事打咁耐啦，打得耐咧，用得多喉咙咧，又会越嚟又会好唔到啊！唔系啊，唔系嗰只啊，所以好啦，咁啊差唔多咯，等下次啦，等下次直播再玩呢只 game 啦。快嘅话就系听日啦，即系星期六啦。迟嘅话就星期日打后，星期六再打后。剧本讲下 A 又讲下 B 又社会现象太贪心啦，主要系太多露骨嘢啦，因为就算系嗰啲就算是真的十八禁的 game 都不会说咁露骨到不得了，系，同志们都，你好 ICK， 可以讲再见啊，你好啊 ICK， 可以说再见了。